那时候当了1810年10月22号，北湖站，体力23吨，18.9英尺哦，北湖发车，并有许关键海线呐、赶上龙脊，报废废弃，报废废弃拆解专列，一共400英重要进站。400行，真的送别他最后一程，蛮难的。小时候就是用拐角梯搭乘的列车，后来被送去拆解。I17。400。410/405七辆编组，很有型，有400行。好了，我的400跟800世代交替。我下面跟妈咱们走走丢，我们多久啊？那这台就麻烦。还不停，还不停，真假的？还不停，停要停的，400行呢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不停了就算了。再见喽，400，虽然送你别，你最后一程，你在178次。开往金融的围桥圈了，也要80上班上，不停算了。哎，这次真的不停呢。啊？对啊，我就跟你讲哦。阿白再见了，400行再见。是好的，人生送给他最后一程。再见，400。我小明跟妈专门都丢我们到酒馆，看看这台讲，他真的很贼哈、很贼哈、很不停的，这样被送出去了。阿鲁就这样拖着7辆的用400行列车在北湖站这样驶离，超累，拜拜了，再见，超贼的。哎、欸、那、这是完全不停，不给停的，哇，你没停就直接送。好了，就这样学个人的就好，喂，至少我拍到他进站的实力哦，再见，小哥，再见，拜拜。期待照片留在影像当中，对吧？